社会人在干嘛？跟谁呀？啊，在忙。大家都看你在量体重。标准。你72公斤哦！我可运动，控制一下你18，就是你。你怎么拔不出来啊？你抢体重我的高。轻轻的，在这。哦，还没喝。你身高不准吗？身高不准，我身高162啊。身高有高，戴帽子有再高一点。13，身高162。几公斤？72公斤呢？对啊，你刚穿鞋啊？我理想你。